社青小家，出社会的青年。每周五下班后，这群青年就会到教会来聚集，分享这一周他们与神的关系，并且从神的话和彼此的带导中重新得力。亲子小家，亲子小家是由有幼儿的社青家庭组成的。每周六早上，孩子们有伴，爸爸妈妈们也有伴，我们会在这里一起学习神在家庭中的心意哦。